又不敢，就是慢慢的。都有点，都是有点距离，是 OK 啊。哇，好漂亮的风景，好，这好悠闲。其实可以直接捞这条路出去。对啊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越南下龙湾之旅。我先来到是鹿龙湾，今天是2018年9月30号，礼拜天。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1:15，我们从9点多就开始滑，现在滑2个多小时了。还没靠岸哈、哦，还好我们有帮他。真的哈、哦。通过境。